来手机福利标，福利标没有来，今天没有手机，来有没有存黄金福利标？每天的你们这些人每天都是这些，每天就是看到我他妈的手机啊、耳机，然后的 Apple Watch 啊，那个 AirPod 啊，然后他妈99存黄金啊，还是他妈有没有现金可以随便送啊？每一天的、啊、真的每一天，现在人每一天都这样子，每天看到我就是来今天有手机吗？哎，今天要送东西吗？今天他妈的要怎么样吗？今天要去死啊！要去死啊！真的啊，鸡巴哎，就他妈就不想骂人，每天都是在那边手机的，干，哦，终于暴走了，算很客气，算很客气。OK， 好，没事。冷静，冷静，嘿，冷静，不要生气，不要乱生气。